我好想出去玩哦。好啊，我们出去玩啦。好烂啊！除了澎湖以外，其他的岛我们从来没有去过。因为我们的飞镖地图呢，老师都射不到外岛，所以今天我们就决定执行随机外逃。我们这次的随机离岛究竟要去哪里呢？三、二，好刺激哦！基隆屿在哪里啊？基隆屿在哪里啊？基隆屿又称基隆岛，位于台湾东北方的东海海域之岛屿。基隆港口距离约4公里，其为无人岛，最大的长度910公尺。好，一下就结束了。去基隆屿的话，因为基隆屿在基隆，所以要从基隆港，然后搭船到基隆屿。你如果要去基隆屿，其实要预约的，因为它一天大概只有1200个名额，然后你要去跟当地的船家做预约。当然也有一些线上的票券平台可以去买它的套票行程。现在状况呢是，梁同学他使用了 LINE 的方式私讯问的，我问他今天或明天有没有可以登岛的时间。OK， 然后我这边的话是直接私讯粉专说，请问今天4个人可以预约登岛吗？那现在一切等他们回复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先去基隆，然后等到明天可以登船的时候再去基隆屿。哇，好棒哦、喔！好棒哦、喔！我不是说基隆不好，是我抱持很大的期待，我想要去住个3天2夜的，例如小琉球绿岛、马祖、兰屿、金门。害我好想去其他离岛啊！最心会蛮痒的，好想去哦、喔。然后你知道我还干嘛吗？我还想说，我们如果去离岛去3天2夜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是喝咖啡餐饮的人。我还带了雀巢金牌冰翠绿带研磨咖啡跟醉壶，想说可以泡给大家。哇，你好贴心啊！这是我们今天的干爹，雀巢金牌冰翠绿带研磨咖啡，它有分2个口味，一个是可可香芋，一个是坚果香芋，这两个喝起来味道都美败。如果说你用冰镇，尤其是夏天的时候，很好。像是茶叶包的那种三角包，直接丢到水里面，然后放冰箱冰。哇，好大壶哦！加了水以后，直接放冰箱让它冷萃，最快最快1个钟头可以拿出来，它的味道会比较淡一点。但是如果你放4到8小时的话，它的颜色会越来越深，它的口味也会越来越香。嗯，现在开会开会，我们这样去得了吗？还打艾尔登法环？这块要等到明天，然后10点会有一个3合1行程，12点有一个4合1行程。所以我们今天打算等一下先去基隆，然后在那边待到明天早上就可以马上去基隆屿。现在大家要提出一个吃饭的想法，一个地点，好，然后我们抽签决定。除了你以外嘛，因为你在开车。我可以啊，我可以啊，手机给我。不要。为了表示公平，我们用爬梯子决定要吃什么。叫三路大肠圈，就大肠。对，它里面有一些小肠，我看人家蛮多人推荐的，我就想说可以去。确定是大肠了，不要讲成小肠哦，我会被骂哦。这个50块我已经觉得是超值哎。为什么？那大肠你看，这也太多了吧？哇，欸、真的好多、哦。我们现在来了，这里要吃的是大肠圈。好多人哦，都不错，可以试试看。全部都不错，那就全带是不是？敢吃的话都可以。它大肠圈1份50，1斤150。那我们买一斤，好，大只一斤，谢谢。那你们去了快半小时哎，就超多人，而且很多外带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先去，要去哪里问呢、啊？碧沙渔港那边有船，好像会去基隆屿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那边看看有没有船可以到。今天感觉船都在这里，冷冷清清。Why？ 那都没开耶。然后我刚刚在车上的时候，不好意思说，就是我收到了我私讯基隆屿登岛情报旅游网、我问他说，请问今天可以预约登岛吗？刚刚回我了，今天没有航班呢，抱歉。所以可能今天的海象或者今天本身他们都不开吧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很有可能会在基隆多待一天，明天早上再去登基隆屿。那、我刚刚看了一下这边的票价呢，它就是分2种，2小时的套票跟4小时的套票，价格在1000块以内左右，感觉它是有一些活动可以玩的。排队排超久的大肠圈。哦，这就糯米肠啊，所以就是糯米肠啊、我刚刚不在车上就有说，你说类似，你说类似，我说对啊，这个不是类似，这是一样哎、就是哎、我说对，确定是大肠，不要讲成小肠哦，我会被骂哦。不会，就里面有塞糯米的那一种哦。
就是糯米肠，但是好吃的糯米肠。嗯，它的糯米肠是它的里面包的饭啊，蛮香的，它包的蛮扎实。这附近店都没开，你要喝个饮料也困难。这个时候如果携带了雀巢冰萃咖啡，不是多棒吗？而且你只要冰它哦，你也不用机器去萃取它。哎，蛮香的，很好喝。哦。哎，味味会很酸哎，很顺口的那种，对，然后咖啡味又够，它算是好喝的美式哎，而且也不用加任何的糖，意想不到。嗯，这个是什么？不知道哎，我觉得探险的精神就是探险。加花哪有？野花香。加花一直是什么？野花一直是什么？好热哦，一直流汗，还是你要选择喝一杯冰萃咖啡。我们订到了明天前往基隆屿的票了，10点左右会出发，一个人的票价是1050，所以现在呢，时间是下午的2点，我们要想办法在这边耗到明天早上。酷耶！哇，感觉我们今天住的地方蛮刺激的。这里是我们住的地方吗？我们今天住的这个地方它叫青年旅社，但是其实它是在一栋商业大楼里面。吉祥大楼，吉祥大楼。我们刚刚稍微查了一下，这边蛮多故事的，很吉祥，真的很吉祥。今天住青旅背包客栈，它特别喜欢吸毒，所以这个我比较常见，这个我就很少看到。这边不能吸毒哎、欸？哪边可以？大家早安。昨天呢，我们有做一件很聪明的事情，就是都没有拍摄。在早睡之前呢，我们把雀巢冰萃咖啡呢放入到冰箱冰了一下，因为我们昨天没有喝到冰镇的咖啡。我们昨天先泡了这个中焙的，泡了大概都12个小时。我有点怕，其实泡太久会不会味道太重？对。哎，不会酸哎。哦，那好喝哎，我觉得冰的喝起来更清爽。会这么的顺口，不是啊？因为我对于美式就是要么酸就苦，那两个都没有。你知道为什么雀巢金牌冰萃绿带研磨咖啡会如此的香醇吗？帮我们再补一个，不知道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因为它是用低温萃取的方式，所以减少了咖啡本身的酸跟苦味。它严选的是阿拉比卡咖啡豆，非常香醇，冲泡真的非常方便，很适合喜欢冰咖啡的人。这一罐是1000ml，然后我们是使用了3包，大概泡4小时以上就已经是很好喝的。然后我个人偏好的话，就大概是4到6小时之间，它的味道是刚刚好。但是如果你不小心睡过头了，睡超过12个小时有什么关系呢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泡了超过12个小时了，12个小时以后。依然好喝。啊，我们正在喝。为了你，因为真的是非常好喝，所以直接说要不要跟要不要跟啊？要不要去啊？要不要去啊？走啊！什么时候？可能明天，可能后天。嗯，后天有。好玩呢、欸。早上哎、欸，早上你不能去。什么意思啊？好了，难揪，难约。难揪哎、欸。难揪，难揪。告诉你一件事情哦、喔，我们还没去。什么意思？下大雨啊！今天的雨好像有点大。我们今天真的可以完成抵达基隆屿吗？糟糕糟糕！我们回家吧。我们感受到基隆屿了。已经看到基隆屿啦、啊！你看这些都是基隆屿。我问一下，今天还是会开船对不对？就是雨是不会影响的。哦。雨是不会影响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倒退了？我觉得我们该骑，因为现在真的雨太大。然后就算好，我们搭船去好了。其实我们这次是想要拍基隆屿的一些外观跟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，但这么雨这么大，其实应该拍不到东西。大家只会看到一团雨或一团雾这样子。到底今天要不要去？因为选择权还是在我们。觉得这一次的基隆屿行程暂缓的举手。好，通过吗？一致通过。通过。好，那你跟老板道歉一下。这个雨哦，真的太大了哦！今天打道回府，不行啊！我刚才出来一下下，你看我的衣服已经全湿了。Me too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，隔日再战。那、啊、你们要随时约哦，不要搞消失哦。好。隔了2天，我们又再度出发。现在台北有点小阴小雨，很害怕基隆是不是大风大雨？期待等一下去基隆会有好天气。会去第三次啊？看你那欠揍哎，那乌鸦嘴王！再度回来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，我们是买有赖吗？
四合一的票去四个小时。这次没有退路了，我们已经买票了。现在人陆陆续续都来了，超多，大概有上千位。看清楚彼此哦，等一下我们要在上面大逃杀。你有信心吗？我应该不会是第一个死的。先杀谁？你吧。我们看到我们的船了。但是他真的可以塞这么多人吗？那你解开你的肩带。啊！你好会解哦。啊？我们坐到了 VIP 的位置，船头。哦。前面那一颗就是基隆屿。今天算平稳吗？没有浪，没有浪哦。浪都没浪。哇！看镜头好像很稳一样，是因为这个相机有稳定器，但其实你这个是超晃的。有没有发现我们一路来的时候，有人声音变得很少，话很少？真的？你为什么不喜欢啊？因为我怕我身体没有某些东西会跑出来。哎，好色哦！好恶心哦！好恶心哦！这样你就出来了。拿高点，拿高点！你要死掉了！红色那里，红色那里，拉高就好，拉高就好，好硬吗？为什么没那么精神？再一次，喂！到了基隆屿，体验到了什么叫乘风破浪，以及自然的自动洗发、洗衣跟润发，还有沐浴。我也帮忙这个大自然生态贡献了一点点粮食，而且是环保的哦，没有任何的包装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在吐的瞬间，我真的看到羽毛冲过来。反正雷，我们现在上来，他可以跟着领队一起去做一个导览跟登山，或者是你也可以自由行。像我们这种叛逆的背骨仔，就是要自己走，就是要自己走。这边有两个步道啦，环海步道有480公尺，登山步道有740，超短的嘞。哎、欸，你看我找到了什么？看我这也有。哎、欸，啊，幼稚。哦，这 T 恤大家可以支持一下，很好看。山洞，跟着我走。好。到底气氛好多，好强哦。哎、欸，这个蛮有趣的，你看这家伙在一直在低头，他刚刚上面距离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要低头啊？你这样有怕撞到啊？你是午觉刚起来的男生。超可怕！哇，哎、欸，这个如果有惧高症的人，可能没办法升哦。算了，这个楼梯蛮好走的，但是久久没有爬山，久久没有运动，会累。好长一段，终终结束，好喘的。我就是一个没有运动的人，老人。我们上来了第一个凉亭。只有我们两个，好喘哦。它虽然这个路长，但它很陡，所以在走的时候膝盖压力蛮大的。你后面好美哦。我们刚爬上来都是那种铁质楼梯，很好走。等一下这一段都是石头的，凹凸凸的。对，这个是基隆港口，大家可以看到阿姨。庆幸我们前天的下大雨没有来，这边真的没有任何的遮蔽物，地也不好走，而且再加上刚刚的那个船到基隆屿，浪一定超大，大家来这边要尽量的是天气好的时间再来。哎、欸，好漂亮啊、哦！我想要多看一下。地板很好看吗？这个石头蛮特别，真的。我们刚刚从这边开始走，
转到了一圈，然后从爬上来，将近一个小时左右，就找到一只蜥蜴了。岛上这个蜥蜴超多的。哦，我们要抵达灯塔了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我们可以在这里比个耶，休息五分钟，再原路折返了。我们要到了。哦，到了。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，等一下还要赶回去的路，不然快来不及了。哇，好爽啊！但因为我们爬时间太长了，够冰。对啊。看你在干嘛啦？哦。大家如果想喝喝看雀巢冰萃绿带研磨咖啡的话，你只要到 Momo 购买，除了特价以外，还会送限量的赠品哦。购买其他的雀巢咖啡品项也有期间限定的优惠哦。详细资讯跟链接，请看影片的资讯栏。不要看我的手帕，这是手帕。哇！三二一，回去的路上更漂亮。真的，但是我们在赶时间。抵达平地了，环岛成就达成。2:50看一下山。然后用最快速度，现在3:15，所以其实最快速度就是这样了。但因为我的脚比较长，所以可能比一般人会再快2倍。结束了，我们回到基隆了。实在太小看基隆屿了。在来之前呢，其实我就觉得它应该蛮无聊，就是会一直晒太阳啊，然后没有什么风景啊，就顶多看到一堆海上垃圾到那个岛屿。但实际来的时候，发现步道做得非常的完整，然后也很安全，爬起来也很漂亮，刚好可以看到基隆屿的不同的角度。然后因为它的那个步道是依照着山壁的林线这样慢慢上去，林线的顶端看下去，那个海步道又绿又红又蓝，整个的风景看起来非常漂亮，很好拍照。唯一小可惜的是，其实我们四合一的行程在基隆屿上面的话，实际不到3小时。如果你喜欢拍照，又要走上去再走下来的话，其实你会觉得说小赶。在船上的时间呢，蛮长的，所以如果你是想在基隆屿玩的话，可以选2合1或3合1就好了。怕晕船的话，可以这样选择。它多加的3合1跟4合1，就是在船上绕看风景的。好。总之我非常庆幸可以射到基隆屿，如果没有这样子的随机外岛呢，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来基隆屿。下一次的随机离岛见，拜拜。你怎么看起来还是不开心啊？我在让我想吐的情绪稍微沉淀一点。哦，你还是这么想吐哦。据说呢，在海上容易晕船的人，在陆地上看到女生也容易晕船。